王家良竟认为许维恩双唇像公庙神器。这个唇印哪一个是维恩的？你要亲下去。我觉得那是你的吧，你的厚度跟刑天宫那个寡妇一样。我那个直接亲了。这样算吗？你最早撇除的就是你说他的嘴巴像什么？刑天宫的寡妇啊，多了一个外号了，寡妇姐。开动吧，漂亮姐姐！每周日晚间8点，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与MyVideo同步播出。